这一位就是今天被我抓来动捕的小伙伴。你让我来，不是增加游戏难度吗？你听我说啊，我们接下来的第一个角色呀，你要这么演。哦，就是那个之前那个精英怪，就在精英怪里面那一圈，然后独特的两个，还带两只狗的，是不是那个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啊，我也忘了。这个应该是拿了一个大喇叭的，然后在指挥。确定吗？哎，好像有点那个感觉。就及格吗？对，猜的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及格。吐火，喷火，知道吧？会不会？可以吧？你们不行啊，这都没猜出来，这不是那个猎狗帮的黑犬吗？这个比例明显不对嘛，这是高矮啊什么的。你们给我加班，快去干活，不准休息。那个谁，谁让你休息的？我把你这个月工资给你扣完。